有令明日梁氏公制作《最美的季节》，乐活黄金岁月第三篇《庆生》。阅读经文，诗篇七十一篇五至九节，以及十五至十八节。第五节，主耶和华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从我年幼，你是我所倚靠的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许多人以我为怪，但你是我坚固的避难所。你的赞美，你的荣耀，终日必满了我的口。我年老的时候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；我力气衰弱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第十五节，我的口终日要述说你的公义和你的救恩，因我不计其数。我要来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，我单要提说你的公义。上帝啊，自我年幼时，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，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上帝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以前我好中意过生日嘅，仲记得喺我五岁生日 party 嗰日，我好兴奋咁企喺门廊，等住我嘅朋友出现。令我兴奋嘅唔单止系嗰啲气球、礼物同蛋糕，我咁高兴系因为我已经唔再系四岁啦，我长大啦。但系随住年龄渐渐增长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么期待生日的来到，有时候我还会感到沮丧多过兴奋。在我庆祝七十岁生日那时，太太马蒂为了令我开心，提醒我应该为年龄增长而感恩。她指出，在诗篇七十一篇，诗人讲述上帝在她一生中都与她同在。在第六节，诗人纪念上帝使他出母腹，并且称谢说，上帝啊，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，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。如今诗人的年龄渐渐增长，他可以有这个殊荣。在十八节，他坚定宣告，我将你上帝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上帝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年复一年，上帝都同诗人同在，这个就是他赐的福。现在每一年的生日都提醒我上帝的信实，同时也都使我更加接近一直与我同在的上帝。在诗篇七十一篇六节这样讲，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，我必常常赞美你。多谢你收听由灵命日粮事工制作《最美的季节》十五篇特选文章，希望你能够继续收听并且下载和你的朋友分享。来到尾声，送给你这首歌《沿途有你》，求主常常提醒我们啊，年纪渐长代表我们可以越来越靠近上帝，使到我们的心因为上帝的赐福而时时感恩，将我们的心思意念专注在天堂的喜乐。回看我经过，
尝尽了俗世许多，每刻我深知你伴我同在，就算天边海角忘记我的过往，原谅你共我喜爱，我心已抛开世上捆锁，人生找到曙光，他是爱，应许不会变改，失落不再，沿路上有着你，共我将主爱释放。他是我这生中的依靠，从不孤单度过，曾牺牲爱，不去问为何，怕因光照心窝。仍共行共挽手，倾出真心，传扬基督的大爱，齐坚守，信心跨脚步，一生恩典满载。想了解更多灵命日粮事工提供的属灵资源，可以上到嚟我哋嘅网址 odb.hk 浏览。愿神赐福你。回看我经过，尝尽了俗世许多，每刻我深知你伴我同在，就算天边海角忘记我的过往，原谅你共我希望，我心已抛开世上捆锁，人生找到曙光，他是爱，应许不会变改，不再，沿路上有着你，共我将主爱释放。他是我这心中的依靠，从不孤单度过。神牺牲爱，不去问为何，他因光照心窝。仍共行共挽手，倾出真心，传扬基督的大爱，随坚守。受苦甘不复再，来真心献，不去问为何，一生充满光彩。仍共行共挽手，倾出真心，传扬基督的大爱，随坚守，信心跨脚步，一生恩典满载。随坚守，信心跨脚步，一生恩典。Oh, oh, oh.